很棒。我不想再这样子过下去了，我要变强，我要上大师。大师是不是最强的玩家了？啊，单排大师牛不牛逼？然后现在我单排上了一个钻石，我感觉好像大师并没有那么难，我决定要好好努力一下了，真的。我可以努力一下，我觉得不一定就不行。完了，我被骗了，怎么办？我要死了。Moments later， 没人吧？别用我啊！我不是绝地狗啊，我真的要认真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明天我找个时间，我把我这灵敏度调一下，调一个很棒棒的灵敏度，然后我就无论什么枪我都能压住了。就这我都可以打到，我都可以打到钻石，我再随意就是更改一下我的那个灵敏度啊，这些玩意儿，我不就直接可以上大师了吗？万一我上了大师之后，会不会就是绝地的朋友们就觉得他们会不会有一种耻辱感？团团都上大师了，还是单排上的，他们会不会觉得很难受？就算我上了大师，我也会悄悄的上的，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讲，我也不会跟别人炫耀，我说到做到。低调一点，省得打击到了别人。啊，就这样，可以。谁规定了0.8？0.8就不能是大师吗？啊，我就0.8的大师，咋了？那个说我0.3的那个鳖，过分了，你不能造谣啊！0.3和0.8隔了好远，好吗？是不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？我发现了，他们肯定暗恋我呀。关键我为什么会渴望得到我的回复，是不是嘛？